买伴手礼。有计划前往日本旅游，千万不要错过这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米，今天要一口气开箱三次日本旅行的伴手礼。布巾都限定的八女茶，这都是绿茶的连昆布玉虚院的酱，小鹿的酱，这是玉片，很漂亮，哎，然后超市都会买宇治煎茶，还有这个大麦落叶另外一个品牌伊右卫门，这是巧克力饼干，北海道鱼市买的巧克力，这是很厉害的，这是有威士忌的巧克力，来这个是时令抹茶的彩色的 POKI 可爱，米米方。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丝团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。阵仗要一口气开箱三次日本旅行的伴手礼。首先，我们要感谢本集的干爹 ，Acer Pure Aqua 北极光冰温顺热 RO 滤镜饮水机，在 Momo 呢销售破千万。我现在身边的这台升级版 2.0 哦，我们快来一睹它的全新魅力。用可乐来暴力测试它，让它经过 RO 变成透明的水，也没有想要用酒来测试，把这个好喝的酒变成透明的水。好，之前第一版呢，体积应该比较大一点，全新版的体积明显的缩小了，少了那个很大很大的水箱。之前呢，它虽然说免安装啊，可以直接换水，但你有想过那个水箱8.7公升有多大？那你想要把它，你想要换水加水？都非常不方便，变成大力水手才可以提起那个水桶吗？现在这个完全不用，你只要装一条水线就可以了，很简单哎。步骤一，接上你的水龙头；步骤二，接上入水口的地方；步骤三，把排水废水的地方再接上线；步骤四，你的洗手台接上一个固定的卡榫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付清水滤芯呢也都非常的简单，按钮也按开，这边就有三支滤芯，你都可以随时可以自行更换。全新升级，让你轻松的 DIY， 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女生，都可以轻松解决哦。如果真的不会的话呢，也可以打电话给客服，让人家到府安装。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有这种六种的功能。首先第一个，它提供的是常温水、10度的冰水、热水有这个安全钮。模式有70度适合泡牛奶，85度适合泡咖啡，以及95度适合泡泡面。这边呢也可以有150ml的水，或者是300ml的水，小杯水或大杯水都可以设定哦。甚至你还可以增加350、400、450到500ml的水都可以。温度有40度到95度，可以自行控制哦。然后喝冰水，3秒钟。那我们看热水几秒。3秒钟，而且啊，它这个水量啊，我刚刚有试过了，你要泡那个滤挂式咖啡，直接这样用，水量刚刚好，马上真的是顺热，避免掉重复煮你的水，这样子比较没有那么的新鲜。要泡茶都很方便，要中南部呢，其实都依赖着加水站。有了一台 Acer Pure Aqua 北极光，其实就可以不用再去加水站取水喽，非常方便。无论是冷水、冰水、热水，都是。即开即饮哎，非常厉害，只要等待3秒钟。开箱吧，这是福沙屋，通常我们买的就会这样子一长条的长崎蛋糕。如果你想要吃少一点，但是口味要多一点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这样子两个装的。这个是在福冈国内线的机场买的，鹿儿岛的熊本的长崎的博多，还有九流敏五个地方的拉面。
另外我们在九州呢也有 DIY 这个木屐，都是手工这样子穿的哦，九州限定的，打开看一下，里面就长这样，明太子恰胡子在九州才买得到的，九州的这个西野茶、八女茶，可是北海道的盐昆布，你有吃烤肉、烧肉应该不陌生，就是这个盐昆布，这超便宜的。呢还买了这个旭旭苑的酱，以及梅小鹿的酱，另外还有两包卡乐比的洋芋片，佐贺的海苔，另外一个是舞蹈摊的盐，这两个蛮特别的。紫树是人，我有去过紫树，好吃。接下来是这个，很漂亮，好可爱，这样子，我们来吃吃看吧。绿豆沙，好特别的口感，我第一次吃。这是在超市买的。长崎蛋糕，打开，里面长这样，小小的一块，也很湿润。好吃哎，好吃哎，机场买的，觉得都很可爱。打开，总共有两袋，两袋，很香很香。等一下，里面是一个像法兰酥。哦，我要吃，好吃看，来一起。怎么会要吃？是好了，小朋友突然就入场了，这是 Justin， 这是 Angela， 还有一个 Roy 要给他椅子，来给你。好，就好吃。好，刚刚忘了说，这也是八女的茶，这是西福制茶，在超市都会买得到的。哦，它是这样子有茶包，那我们直接来泡茶好了。接下来就是这边呢，还有宇治煎茶，然后看一下里面长怎样，这在宇治买的哦。好，里面它还是继续这样密封起来。好，我们到时候再来泡茶。那在日本呢，也要买这个大麦落叶，很便宜哦。还有这个大麦落叶，另外一个品牌。这是伊右卫门煎茶跟焙茶，这是礼盒，这是宇治抹茶的这个，大家知道巧克力饼干，那我们拆来看看好了，你看超多的，哦，可爱耶。这是北海道鱼市买的巧克力，很像橡，这是橡木桶，因为鱼市产 whisky。 好，那我们开箱看一下这两个是什么样子呢，一个是白巧克力球，那另外一个，哦，很多耶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，白巧克力球，试试看吧。我有感觉，里面，里面有个硬硬的，不知道什么。你在吃啥？这个是一个咖啡豆，哎，是咖啡豆吗？是，它是一个咖啡，是咖啡豆，哎，好神奇哦！你去吃，去拿，好香哦，没有吃过这样子，没有吃过这样的巧克力。好特别哦，刚刚是白巧克力，这是黑巧克力，也是这样子。难道也是一样吗？是不是也是巧克力，咖啡豆。好特别的巧克力哦，跟我们一般长得不一样，以为是纯葡萄干，这是巧克力咖啡豆。咖啡豆，你要吃看吗？是咖啡豆。你先吃。我们台湾没有吃过这样子的巧克力，这里面是有巧克力，这是很厉害的，这是有 whisky 的巧克力，看起来很漂亮，要吃吗？就是白巧克力而已啊，没有，随便在旁边啊。好香哦，葡萄味，味道很香，来试试看，这是实力抹茶，很多包哎，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分量，彩色的 pocky， 没有看过，这个是在大阪买的，这么多。哦，全部倒出来好了，哇！哎，来，想要什么颜色？你要什么颜色自己选。漂亮哎，什么颜色都有。哎，你们怎么能拍一拍人出来就消失就不见了这样子？来，抹茶 Pocky， 很抹茶，哈密瓜这边有雪，
橘色是哈密瓜，红色是草莓，紫色是葡萄，抹茶跟原味巧克力，就这样。嗯，哈密瓜味道很特别。马里欧软糖，哎，绿色是小恐龙，马里欧，星星的，超可爱。我吃星星呀。嗯，你要吃星星，好，你要吃星星。我要吃。你要什么？星星。星星。我喜欢吃星星。再来一个星星。没有，一个而已。巧克力，看这个。板栗贝，不要试试看。我看。你闻闻看。很大一颗，可以吗？你要先试试看吗？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吗？好，试试看。不好吃。嗯，辣的，好吃哎。配啤酒，可以。大阪的饼干。即将接近尾声，来看到最后的是文具跟药品。首先是这个贴的会热热跟凉凉，热热跟凉凉，酸痛贴布有没有？这个是小圆点，很好用，它就是这样，大概就是这个大小而已，好用。夏天用贴凉的，冬天贴热的。眼药水，在日本的眼药水非常的便宜，所以这个哎必买。好，还有这个金色的，还有这三款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AD， 好看一下，酸痛软膏就是这个，好用。另外就是防蚊液，小胖，自动铅笔。对，药师窑的招财猫非常的可爱。喝个咖啡。嗯，好喝。 TDS 水质监测，智能清洗，更换滤芯的指示灯，三支滤芯的情况这边都有显示，真的非常方便。那现在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让泡面变好吃。泡面很厉害，泡面就会很好吃。好，我们先来开箱这个一灯，它的这个调味料呢，就是放在上面，液体的，这也是液体的，一换也是液体，六离色也是液体的。泡面变好吃的方法呢是，哎，这个不一样，这是一灯，这是什么？浓厚鱼介鸡白汤饭，汤饭哎，看一下，好神奇哦，看一下，嗯，先解锁，然后我们来调整温度，95度，开始。它这边也有一条水线哦，不要超过它。我第一次看到是泡饭，好了，那我们就赶快把它盖上，盖上。时间到，我们就来试吃。这是一灯，另外我们来开一换，一换是浓厚的，是札幌名产。一换打开呢，调味料其实都在里面了。嗯，我们这样刚刚使用，它会马上就有热水吗？有哦，一样95度，来吧。好，95度，很快。OK， 我们一换水也加好了，3分钟，可以帮我计时5分钟吗？啊，六离色，肉特盛就是肉特多的意思吧？好，酱料包都是在外面的。一样，你什么都不用调，打开就好了。懒人，我喜欢泡面就是这样，六零色，我喜欢的拉面。我们刚刚已经用这么多热水了，我们看看它还可以正常出水吗？开始95度，很快耶，马上，很棒，很有职业道德，不错，泡了3包泡面了，还 OK 哦。还努力认真工作，很棒哎，真的，完全不用担心你的水中有没有重金属啊，我给你喝新鲜干净的水，那这才是更好的，因为它有马上顺冰顺热，我好喜欢，喜欢喜欢。重点是它体积也很小，设计也很漂亮。电灯呢，你要觉得它是个平面的，真的非常好清洁，又是感应式的。很有质感哎，重点是它这个不清水的那个蓝色的泡泡灯，看了就觉得非常疗愈啊！我发现它过一阵子，你要是都没有使用，它好像就会暗掉；但你又开始使用它启动，它就会开始。好了，好，这个也是5分钟计时哦，六离色5分钟，特制机油，
酱，就是粥，一羹的浓厚鱼介鸡白汤饭，汤饭哦。很好吃，马上来吃吃看，很烫。嗯，汤非常的好吃，汤，但是那个粥啊，米粒 QQ 的，跟我想象中的粥不一样，但是是 QQ 的。嗯，新口感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宜焕，哦。好香哦！来看宜焕的，哦，红色的虾油，我觉得好香好香。哦，宜焕我觉得超棒，这个汤我觉得很赞。你看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我觉得这个很棒。然后面呢，面看起来也很厉害。先喝一口汤，超级好吃，真的。来，面，吃一口，吃一口面，很烫，很烫，很烫。嗯，超好吃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宜焕，接下来是六一社，我赶快，时间。哦。六一社的肉好大片哦，看一下，厉害，在他们的这个酱，有两个颜色，我看到了六一社，这我看到黑色跟白，哦，好香的油哦，天啊！看一下汤，还有肉，很厉害，你们闻香而来了，看一下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好，那是粥，鸡汤粥，好，首先先喝一下汤。还没，我先等一下，我先吃一口。来，六一社的面看起来是很 Q 的，比较很对拉面，它不是细的那种。吃一口，很 Q， 那个面在你舌头里面跳舞，怎么能这么 Q？ 不是没有熟哦。好了，喝喝看。那个肉也很香，好吃。这三碗泡面呢，我目前觉得宜焕的最香，宜焕的最香，再来就是六一社。那这边那个泡饭呢，因为这个米粒的口感比较不习惯一点，但是这个真的是最香，我最喜欢这个。好啊，我吃肉，天哪！如果这不晓得台湾买不买得到啊？六一社、宜焕、一灯这三样泡面呢？还有泡饭，三样不晓得台湾买得到吗？如果买得到吗？那就买吧。如果不喜欢它这个新的这种泡饭的口感的话呢，那就宜焕跟六一社咯。宜焕喜欢虾子的你会超级喜欢，就这样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， 点赞我们的粉丝团。这个更详细的资讯在下方连结。拜拜。喝咖啡，喝茶。